我们要蒸这个美丽的龙虾，因为今天是除夕夜，我们来吃这个好用。嗯，包头大师，他比我的手还要切，还有机器，这里就是什么？如果没有尾巴的话，这里它眼睛。你们尽情期待吧，可口的龙虾。哇，好美味哦，但就是它淡。这个都是它的肉，然后里面加了那个冬粉。鱼，是啊，年年有鱼，鱼在游泳，鱼游泳。那个是螃蟹，被一个人吃掉了，被我吃掉了。你看，我咬这个，这个不是我的嘴巴。我们的虾好吃的就会笑哈哈，吃的那个团圆饭很美味啊，很多足够的料，还有一个就是 vegetable 小菜，一个是叶子，然后一个就是broccoli 花椰菜，然后这个就是 cauliflower， 萝卜，红萝卜，兔子喜欢吃的红萝卜大大条，这就是豆，这个是 celery， 这个是 cabbage， 香菇，然后这个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蒸排骨。枸杞，加枸杞呀，我们看起来好美味啊！加我们现在在做那个枸杞，然后这是我们最常用的海参，一整大个，你看，然后我们再把它放进去这个猪肉里面，小心的放。炸菜，然后这个就是有 celery， 然后 broccoli， cauliflower， 然后香菇，然后肉碎，然后 carrot， 还有豆，还有就是那个 celery， 还有咖啡啊，香吗？现在我们要摆这个炸排骨，很香啊，很脆。我要摆这个菜，这菜是没有煮过的。我们煮到菜，煮到这团圆饭喽。